一般对面台一般恭请法师入室。发愿诵经念佛念咒而绕塔而最后回向，这就是佛成佛的那棵菩提树。菩提树就在这里，这个是那个栏杆，那栏杆上有我们供的花蔓，
他早上开一次，晚上开一次，下午开一次。佛陀就是坐在这棵菩萨菩提树下，脸往前面，这就是华严经讲的金刚宝座。现在呢，就放了佛像。好，下一张啊，你可以看到佛往左边这样，他就是坐在那里而成佛的。当时并没有这个寺庙。然后这是南传的人用了水晶而供的佛的宝盖跟伞盖，这是一个菩提树。所以如果你幸运的话，去的话，天上掉一颗菩提树叶的话，那你就赶快把它捡起来吧。这是我带着学生在这边共修，那这是我大礼拜，我有大乘跟金刚乘的传承。我带他们做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就是刚才我教你。好，那这是我大年初一用供的花幔，待会儿会讲经还会介绍，就是说去的时候你可以买花幔，右边是弥勒菩萨，左边是观世音菩萨，表示要有慈心三昧跟悲心三昧，你才能够成佛。注意看，印度的佛像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佛的身体。可是我们中国人觉得说，哎呀，怎么可以看到佛的脚？所以中国就把它盖起来了，这是文化不一样，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宝佛。待会我讲经还会介绍，这是佛上品说法像。佛陀来人间就是为众生说法，这是如来降魔印，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佛像、石雕，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这是金刚萨埵菩萨，藏传的，也就是大乘的普贤王菩萨。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佛像有六臂观音，有大乘的，也有金刚乘的。好，这是第六尊佛狮子吼观音，就是现在的高茂王。高茂王是观弥勒菩萨下面的一尊佛，这是杜母，西藏。没有一个人不拜杜母，就像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会拜观音，这是莲花手观音。可见你可以看到观音菩萨有不同的造型。这个叫印度的小男孩花布，那天他很开心，因为我一口气就把他花篮全部买掉了，然后请我一个西藏的朋友去那边，就每一个花每一个佛龛就供一个，然后呢就念经念佛念咒，所以我内心是充满了欢喜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金刚乘说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只要我供一盏灯就变成一百万盏，你供一个花就变成一百万朵的功德，你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就等于念一百万遍。这是释迦牟尼佛在金刚乘的愿力，大乘里没有这么说啊。这是佛的脚印，代表常随佛足愿。好，佛陀成佛以后第三个星期就在这里 walking meditation。 佛成佛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就说佛法，看佛从这里七步莲花，后来就用石雕讲一个一个吧。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所证悟的真理啊非常的甚深，这是我们大会参加白教纲举法会的时候所有大会挂的花幔。大家知道花幔就是像印度教一个一个花把它串起来变成一条花幔，旁边又看很多很多的佛塔，这是钟，钟上面供满的经文跟咒语。好，在旁边就有一个阿育王石柱。好，接下来佛陀呢在第六个星期曾在这里打坐，那时候突然下大雨，龙王 Naga 就是蛇的意思，龙王就护法，这就是佛打坐，然后蛇，那现在雕的是眼镜蛇，其实是龙王 Naga， 然后呢就做佛的雨伞跟保护，然后呢后来这边就变成了放生池，你可以看到它挂满了藏传佛教很多的五色旗，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的弟子都没有分别心，因为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印度教也认为这是圣地，所以他们也会来做供养，
这是放生。不过提醒各位莲友，你说去放生的时候，他一定看到你呢，哎，你是来自于，一看就是外国人的样子，肥羊来了，哎，他就要骗你。啊，其实一条5块或10块的呢，他肯定卖你100或200。好，佛成佛以后呢，第二个星期在前面这一座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佛刚开始是不愿意说法，第十天跟大梵天王来请佛说法，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石雕，就是雕了一尊莲花手观音。以后我有机会介绍，早期的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现在看到是不太一样的。好，然后我们会点灯发愿回向，现在开始外面的大堂向右旋转。那菩提伽耶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有很大很大的公园，朝圣的人呢，会喜欢圣地的沙，你会看到西藏的人都会揪大礼拜，要拜11万拜，所以各位老菩萨要加油，多拜佛，不拜佛的话，你就长得越来越圆啦，对不对？拜佛是很好的运动，也可以忏除业障，不但西藏人，看西方人现在也好要大乘佛法。这是我一个学生叫师峰，他也不知道哪里找一个洞，他说我是未来佛，他老婆就帮他拍了照片。看，很多人到了圣地就会供曼达、供花，在里面诵经、禅修、打坐，目的是什么？希望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能出轮回。那你要做广大的功德，请看古代的佛塔供养，这些佛塔都是来自于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出钱，然后雕石头，石头的上面有刻佛像，有刻经文，你看有刻咒语。这就是他做功德，叫佛塔供养。那你假如没有钱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放弃，你可以供水，这是我们大会供的花蔓。所以这些呢，大概呢都是20-30世纪保留到现在，当然后代人也有重修过。你看，这是大会的门口供花蔓。好，每天早上起来，你应该带欢喜心，看至少供一杯水，水代表清净平等。假如你有福报，上面再供一朵花，漂亮吧，像一个曼达牌。你看，这是大会供的花。好，这是韩国的比丘尼，刚好来参观。那大会当时我参加，大概有10000的人，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南传的僧伽，右边是南传送巴利文经，左边是西藏的喇嘛送藏文。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因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彼此之间大家都很和和。介绍藏传佛教兜玛，兜玛是用面粉做的，你看它是像是这个要做3个月。这是马尔巴大义师，待会我会讲伟大的密勒日巴祖师。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位冈波巴大师，他是月光童子菩萨前院寨来的。你看整片的墙要做3个月。西藏不但是供多玛，还有当时大宝法王很受华人公尊重，所以我们台湾呢就供养水晶，然后呢我们全部是 hand carry 的，然后呢供养大宝宝，有紫色、有白色、有粉红色，宝宝非常非常的高兴。后来第二年，宝宝也用华人浴佛的方式表示显密云容，所以大会有灌顶、有诵经，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尊贵的冈波巴。我们平讲应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他的的确确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不要去怀疑。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就像个妈妈一样，非常慈悲，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他也是我的老师。最后结束，他们会献曼达，传统有西藏的礼仪，感谢上师为我们送教学灌顶跟传授佛的教法。你看所有的僧众会诵经，这个是华人区。
坦藏人区，有人为了参加这个法会，从印度尼泊尔走了3-4个月的路来。这就是我学生世峰。大会呢，下午有奶茶，1万人要喝奶茶。好，最后一天晚上会比较难拍哈，因为灯光的关系。现在菩提迦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它不可以点蜡烛。可是那一年很特别，法王亲自申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点蜡烛。现在要用这个手电筒代替，因为若是不小心的话，菩提迦也一烧掉，那就没有了，对不对？好，那最后一天的时候，月光非常的圆满，好，大家就在绕佛、念佛、念咒、念高妈巴千动。那时候我也非常的欢喜，所以我也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好，这是夜景的菩提迦耶。你想想看，全世界的佛教徒从早到晚，早上从5点就开，一直到晚上9点，这是经传，上面刻着大悲神咒跟尊胜陀罗尼咒。为什么全世界的佛教徒要来这里呢？因为这是佛成佛而且开悟的地方。这是晚上，这是傍晚，非常非常的庄严。所以各位，我们都说我们是佛教徒，应当发愿。这是斯里兰卡，他们来穿白衣，然后在那边诵经。这时候已经晚上了，晚上菩提迦耶，早晚是非常冷的，大概只有4-5度，中午可以热到30度。所以你去的时候呢，建议你穿的衣服就要像竹笋一样，这样一层一层脱，一层一层穿。你看，佛陀在这里成佛，也因为在这里成佛，我以他的大悲愿心而转无上法轮。我们知道西方极乐净土的殊胜也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所以我要劝各位，虽然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这是决定对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要感恩释迦牟尼佛。没有佛陀，我们是听不到一切的教法，所以这是菩提迦耶的信仰。看我写到吗？佛慈普贤殊胜行，对不对？树往无量光佛刹。那我也很高兴我们去朝圣，那位学生他就把这个结合了音乐，然后呢就把它做成了短片。好，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首先很高兴我有这个荣幸到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学佛会，为各位介绍普贤菩萨十大愿。请看封面第一页，这次要讲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讲座第40卷《普贤行愿品》，标题是《普贤菩萨十大愿》。那在没有讲经之前，我想先给各位看几张幻灯片。第一张，为利众生愿成佛。我想我们大家都很辛苦，花了很多时间来佛堂。首先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来佛堂。大乘佛法行6度波罗蜜，无量无边的菩萨万恨，简单的讲，若归纳为一句话的话，叫做为利众生愿成佛。我们是真的为了利益等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希望度一切的众生而成佛，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听闻佛法，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要把这句话常常放在心里，不然在家居士很辛苦，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来佛堂听经，所有的义工菩萨也都很护持，动员了很多人力财力而来办这个佛学讲座，目的是什么呢？为利益众生愿成佛。接下来看下面一张幻灯片，为了利他，我愿意改变自己。佛法，你要利益别人之前，你先要改变自己。利他是无私利他的大悲愿心。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要利益别人之前，如果没有改变自己的话，我们没有力量去感动别人。佛法都要修慈悲、智慧跟愿力。假如你上网的话，key in慈
悲，全世界呢都有很多很多的书，但是真正呢能够从自己心中产生力量去改变别人或感动别人，那是不容易的。所以第一个，希望各位莲友今天第一天讲座，希望把自己的心放在心里，你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什么呢？改变自己的身口意行为，从过去不清净改成为清净，从过去杂染改成为不杂染，从过去呢很散乱改成不散乱，从过去很自私改变成很慈悲。这样子的话，你来学习佛法，它才会产生很大的力量。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两句话背在一起，背在心里，为了利他，我愿意改变自己。好，请看讲座幻灯片。这次呢是讲华严经普贤祈愿品。首先我非常感恩新山柔佛学佛会的主席、副主席还有慧音等干部邀请，而我今天来这里为各位演讲。请看下面一张，普贤菩萨十大愿。事实上普贤十大愿是浩瀚无海的，华严经讲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事实上普贤十大愿是一次讲不完的，所以我预计这一次从3月26号到30号31号连续6天，每天晚上呢为各位讲解。那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先讲第一部分，接下来今年年底9月底我会讲第二部分，明年3月我会讲第三部分。为什么呢？这样会让大家除了在听闻当中，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否则假如我一下全部讲完了，事实上也是不太容易能吸收的。所以我们讲座的时间是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因为主题是连续的，所以希望各位的莲友，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但是也希望你能够持续的每一天都来，因为我讲过的我就不会重复。好，那主办单位演讲地点是在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学佛会，所以我很高兴第一次来这里。经过25周年的重建，那这个道场呢现在非常的庄严，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好，接下来请看华严三圣。刚才我们已经送过普贤行愿品的寄送，然后呢在这次讲座我每天都会带大家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寄送，也就是从讲义第一页到第4页。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呢日本产生了地震跟海啸，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诵经的时候也虔诚的呢回向一切的众生。所以讲经前每一天我会带大家念普贤行愿品的寄送。普贤行愿品的寄送又称为经中之王的寄送，它在显教、在密教尤其藏传的法会，在菩提迦耶它要念10万遍的，所以是非常殊胜的。接下来每一天为大家发愿回向，所以第一天晚上请看讲义，我会带大家念第8页释迦牟尼佛所发的月藏经吉祥发愿文。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发6度波罗蜜的大悲愿心，是非常的庄严的。然后在其他的天次呢，我也会带大家发极乐净土精简发愿回向文，以及伟大的黄教宗喀巴大师，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而发愿菩提道次第祈愿文。好，这是这几天讲经前跟讲经后我们所要做的。最后一天我们会带大家点灯，这是我多年前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满愿大佛塔由所有的很多佛教徒
一起点的十万盏油灯，足足点三个小时，所以最后一天我也会花时间教大家点灯与发愿。好，现在请看讲义，请看幻灯片。第一天我们会教大家静坐佛法，我们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接下来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先看幻灯片，待会我们再静坐数息观跟注意力在你的丹田。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在座很多的莲友，你对于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都非常的熟悉，可是希望这次讲座能够在你止，也就是禅定波罗蜜，观般若波罗蜜你能提升。因为你若没有止跟观的基础的话，当你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经文一开始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国土一切的众生，我要度他成佛，那你是不容易升起这样广大的愿心以及甚深的禅观的。所以请看幻灯片，这张幻灯片是印度教的心念于五处或七轮。释迦牟尼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佛陀曾经参学过印度的外道，同时佛陀对印度一切的经论跟修行的方法佛陀都能通达，所以佛陀呢他自己做甚深的禅定，从凡夫一直修，然后修到色界无色界，然后非想非非想诸天。可是佛陀呢他也知道印度这样的外道虽然修甚深的禅定，可是假如他不破除自己的我执的话，我见的话，他还是会轮回的。所以其实佛教早期很多的素材都跟印度文化有关。请看这张幻灯片，我们最头顶有梵穴，再来额头，再来喉咙，心尖，再来肚脐，再来底下海底轮，乃至于密轮。所以当你真正宁静的禅修的时候，你的身心呢是会有变化的。所以在这几天呢，每天呢我都会教短一点不同的禅修，从第一天的这个数息观跟注意丹田，到以及改天我会教莲花观，观一切的众生，乃至于观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样子呢，你禅定能够增加的话，你对经文的体会啊才能够深入。再看下一章，这张是我们前几年在去印度尼西亚巴拉布杜所拍的佛像。佛法从印度曾经从南传佛教传到泰国、斯里兰卡跟缅甸，其实最东南角曾经传到呢就是苏门答腊，也就是这里的巴拉布杜。那它也曾经是大乘跟小乘佛法非常兴盛的地方，乃至于早期的金刚乘教法阿底夏尊者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巴拉布杜，那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佛塔，这张里面你可以看到佛像里面呢左下角它是上面一个钟的造型呢因为历史的因素而破坏，自然每一尊的佛像就会包含在里面，那这尊佛像是自然的显现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用火山岩大概呢就布置的像一个坛城一样，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再看释迦牟尼佛的每个的佛像都是结着所谓结跏趺坐，就是结禅定印。所以事实上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再看下一张幻灯片侧面所雕的佛陀呢昼夜都在甚深的禅定当中，所以各位莲友希望你学习佛法止观是要加油的。有些人对止观并不重视，有些人呢对止观是非常重视。当然止观也像你诵经念佛拜忏一样是要慢慢学习的。有些人是过去式他就修止观，所以今生一学他就很能够相应。
有些人是过去是没有学过，所以今生才学，很多东西对他很生疏，所以这个止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关键。再看下一章，佛陀在菩提迦叶的旁边啊，是湖边，其实古代不是湖，这是后来雕像的时候，这个佛陀在开悟之前也在这里禅修。那你可以看到 Naga， Naga 就是龙王的意思，然后呢就是 Naga， 然后呢图片上你看到的是眼镜蛇，佛呢还在打坐的时候突然下大雨，所以 Naga 呢就把这个自己的身体撑起来，然后做佛的伞盖，然后一直护持佛打坐，然后等到你下了结束以后，这个 Naga 就是蛇龙王呢才能下对佛又绕三匝顶礼佛陀，然后就离开。所以可见佛陀昼夜二十四小时他也是在深深的禅定当中。再看下一章，这日本用青铜雕的释迦牟尼佛，你也可以看到他雕的是禅坐像。好，再看下一章，中国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现在还保留在中国广东南华寺，而且南华寺的大殿里面不但有六祖慧能大师，同时也有无暇和尚，还有憨山大师。憨山大师也是开悟的祖师，所以一般人我们身体假如没有清洗的话，就像在新加坡跟 JB 马来西亚，一天天气都很热，都要冲三次凉。我们呢若没有冲凉的话呢，身体都会觉得不清净，而且很臭。可是说明了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不净的，可是也是无常的。可是为什么六祖大师要发愿成为肉身呢？就是转不清净而成为清净，让人家对佛法产生无比的信心与愿力。台湾一样有出了五六位的肉身菩萨，我也很真诚的希望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有很多的佛教徒精进的修持。假如马来西亚能够出一遍肉身菩萨的话，那会震动全世界的，相信连英国的 BBC 电台都会来采访。为什么？这是超科学的。因为我们的肉体假如以地水火风四大来说呢，它是会消失的，或会分离跟破坏的。可是中国历代的高僧透过他的大悲愿力以及精进修持戒定慧的力量，当他灭度以后没有火化的呢，他可以成就庄严的肉身。这就是希望人家对踏乘佛法或是佛陀所讲的教法具有无比的信心与愿力，这样子敬畏来进的修持。好，接下来再看止观。止观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是九住心。九住心在传统的印度佛教很重要，在西藏佛教也很重要，在中国的所谓的释禅波罗蜜或者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里面，九住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比方说各位看一下，这张是西藏的唐卡，最底下的是一只大象，就是完全黑的，代表我们的恶念。然后呢到了第二层，大象的耳朵都变白的，这代表我们的善念。到了第三只大象，它的整个头是白的，可是身体还是黑的，所以代表呢善念很少，然后恶念还是很多。再来第四只大象，就是前面一半头跟身体跟脚它是白的，表示清净。那后半身呢是黑的，代表是恶念，所以善恶是各一半。看第五只大象，第五只大象的时候，你修持的时候人就可以爬在大象上控制它调伏它，那时候善念越来越多，恶念越来越少。到了第六只大象的时候呢，你看就是全部几乎全半部呢全部是白的，后半部只有两个脚是黑的，然后再一直调伏到最左上角，可以看到有个山洞，修行人坐在那边，象不但被调伏了，而且完全的呢跪在修行者旁边，也就是你把所有一切的念头尤其是恶念转化为
清净念。最后再看上面，他就骑着大象可以飞到天空，那五种神通就现前。所以这是西藏一个非常著名而且很重要的看法，说于我们止观的过程有九住心。关于九住心的内容，我前几年在新加坡佛教总会曾经演讲过，请各位上商业精舍的网站，你可以详细到听到佛法的开示。好，接下来看下面常随佛学，这是用石头雕的两个佛的脚印。所以这两个脚印是说明我们佛弟子要顺着佛陀的脚印，一步一脚印的学习。事实上，一步一脚印并不是慈济的口号，而是它出自于华严经，说浩瀚无涯的教法，我们跟着佛的教法走，就像普贤十大愿的常随佛学愿，这叫一步一脚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静坐几分钟，然后呢静坐几分钟的时候，就按照刚才讲的方法，然后静坐一下，注意在你的呼吸，还有肚脐背挺直，身体放松。好，结束了，请看讲义第一页11页第五行一讲经因缘。好，请看讲义。好，各位讲义写得很清楚，同时你可以看幻灯片，幻灯片里面呢，我也把这个字幕用不同的颜色重点强调出来。首先请看一讲经因缘，佛陀说法必定要契理契机，所谓契理就是契合宇宙人生的真理，这是偏重在教理的阐述，也就是我们传统修持的人所重视的戒定慧三学。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或2600年前诞生到人间，他所说的道理一定是世间所有一切呢哲学或宗教所不能够包含的。他要特别强调戒定慧三学。那戒定慧三学学什么呢？要从闻思修这三个途径来去努力。所以传统从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传到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东南亚，以及乃至于马来西亚，从古至今所有的佛教徒他不会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戒定慧三学。而这戒定慧三学也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从古至今都不会变化的，这就是佛教核心的精神支柱。接下来看契机，佛法经过了几千年，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它一定会有不同的改变，这就是契机的部分。请看现在的学者、研究者所重视的会有不同的角度。同样，你可以看到在马来西亚，现在呢，很多不论在家跟出家的佛弟子，也会做这些不同的佛法奉献。请看第一类，研究历史发展，比方说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西藏佛教乃至日本佛教，或是台湾佛教、新加坡佛教，乃至呢，我突然想到，不晓得马来西亚有没有人写马来西亚佛教史。从古至今，要很多在家出家同共发心，若是这些学者有世间史学的训练，然后对佛家又能够深入研究，那对于佛教的历史也能做很大的贡献。第二个，文化的影响，就在马来西亚这块国土乃至于 JB， 你会看到有南传、北传、藏传的不同的中心，那你就会有个疑惑，到底哪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他所真正弘扬的教法呢？在这个文化演变当中，你会发现南传、北传、藏传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举一个例子，我们北传佛教为什么要吃素呢？我们吃素的目的是来自于中国大乘放网经的菩萨戒，像我就受过大乘的菩萨戒、出家菩萨戒，菩萨不忍食众生肉，所以敬畏来基的永远不杀生、不
食众生肉，而且还要救度众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可是你现在看南传佛教，对不对？你现在看南传佛教就也很严格的持过午不食戒，说了过了中午不可以吃饭就不可以吃饭，它是很严格的，不管你是胃痛或是呢胃好，你都不可以吃东西，对不对？可是南传佛教本身也没有吃素，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呢？再来看藏传佛教、金刚乘佛教，金刚乘佛教也没有吃素哦。当然现在第十七世高毛宝有公开提倡高毛嘎举的弟子应该吃素，可是他们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这种新的提倡，对不对？然后金刚乘晚上呢，他也没有吃过午不食啊。所以你会发现南传、北传、藏传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再举个例子，南传佛教他穿的袈裟都是土黄色的颜色较多，他一定要严格去脱钵。可是北传佛教现在很惭愧地说，我就没有脱钵，我只有在受戒的时候脱钵过一次。而且北传佛教呢所穿的衣服都是灰色、黑色或咖啡色或土黄色多，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文化的差异。接下来再看金刚乘的佛教，他们穿的呢就是红色的，因为在他的文化里面，红色代表一切吉祥圆满，一切都在真上，所以他们穿橘色的、金黄色的或者橙色的 orange color。 那像我现在穿的衣服呢，这金黄色是我受出家菩萨戒的戒律的袈裟，目的是什么？要让利益众生为主的时候，你应该以欢喜心而让众生呢对佛法有新的善缘，所以我们以利益众生的角度来讲，他呢必须呢是穿庄严的。可是在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的袈裟它却是呢从叫做坏色衣，坏就是指肮脏的、破坏的坏，色是颜色的色。为什么是坏色衣呢？因为南传佛教的布呢是从坟墓里面捡来布，然后一块一块把它捡起来，然后缝起来叫福田衣。那福田衣每一次所染的颜色，因为染料不同，所以它多多少少就算是灰色，有深灰色，有浅灰色，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在同一个国土，就算是马来西亚，它也会相互影响。接下来再看第三个社会的互动，社会的互动也就是呢，这些是尤其在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六度万恶，所以它对于教育、文化、慈善事业跟医疗是非常积极的，不但是在东南亚的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你会发现佛弟子呢都非常非常的积极，而且欢喜奉献这块国土的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乃至于医疗。所以从金刚乘的角度来讲，很多喇嘛或仁波切看到华人这么发心啊，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赞叹的。第四，请看人为的因素，就是传统上出家人是不执持金，是执持不执持不拿金银戒的。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比方说那南传佛教有净人，净人就是有侍者帮你处理这些，可是在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这就堪远了。比方说我要来，我自己要订机票，我还要 signature， 我要签名订机票，我才能够从台湾飞到新加坡而进马来西亚。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跟比丘尼是不处理金钱的这个问题，可是你现在看到大乘佛法的出家师父是很辛苦的，他要做早晚课，要带共修，又要讲解佛法，要办儿童、青少年、大专夏令营。当你家里有困难的时候，师父还要做心灵辅导、咨商辅导，对不对？然后呢，厨房里还要煮饭，所以现在的寺庙管理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主题。所以人为的因素就开始会谈到寺庙的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
行为运作，乃至于弘法布教的系统运作，这些主题在传统佛教里面呢，并不被人家重视。可是从现代契机的角度来讲，时代一直在求进步，很多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也投入这四类的研究与奉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四个里面呢，还是要依传统的戒定慧为根本，那你所研究的呢，才能够呢为利众生愿成佛。好，在讲经之前，我要给各位真心的建议，请看，各位得深呼吸了。中国佛教徒啊，就包含着我们东南亚的佛教徒，都很有很多的优点。比方说，第一个很虔诚，对三宝很虔诚，也对师父或三宝很恭敬，也很发心。像在这各位做义工，然后呢来做佛妻、禅妻的护妻啊，厨房或是呢浴室各种打扫，所以对呢三宝很发心，也很务实，这是很好的。尤其从南传佛教来讲，它虽然说大乘非佛说，可是你想想看，在中国、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我们所有在办教育、文化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利益广大的众生，这个大乘佛法的确是佛说的，而且在这个国土上也非常非常的兴盛。比方说马来西亚，对不对？我所知道的槟城就有竹摩长老，乃至于文建法师，他就度了很多很多的出家众。对，甚至呢，这个竹摩长老呢，虽然过世了，但是呢，他被赞叹为马来西亚佛教之父。若当时这些长老从中国大陆，因为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变化，迁移到东南亚，若他不办教育、文化以及慈善事业，今天佛法在这块国土，它不会这么兴盛而弘扬的。所以，这是北传大乘佛教呢，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非常殊胜的地方。可是，中国佛教徒也有缺点，请看，各位要深呼吸。第一个，我把它打出来，解门。中国的佛教徒不太喜欢学习大经大论，比方说《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现观庄严论》，乃至于像《中观》《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这种大的经论呢，现代的佛教徒不太喜欢。可是你若看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中国佛教呢曾经非常非常的兴盛过，有形成的八大宗派，小乘两宗，大乘有八宗，加起来有十宗啊，各宗各派都非常的兴盛，而且是博通经论的，而且非常的精进修持，有正果。比方说天台宗智者大师，他建立天台宗，我读过他的传记，他就曾经度一万的出家众啊。那他在家居士是度了好几百万，包含文武百官、王公贵族都是他的弟子。那他一生就提倡读《妙法莲华经》，修持观。我的天台宗、华严宗、华严经传到中国，从贤首国师一直传，也呢建立了华严的宗派。净土宗也是呢，早期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他也精通大智度论跟波中三昧经，所以跟现在的念佛只是持名念佛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中国这块国土上曾经很多的高僧大德乃至于在家居士都是非常的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当然因为历史的改变乃至于现代整个社会的结构变成很匆忙，压力很大，对不对？每个人呢生活都很辛苦，比方说什么都占，但是薪水不占，所以各位压力很大。所以呢对于大经大论啊，对，不太喜欢学习，这是我们要反省的。第二，在修持的当中常常喜欢呢挑最简单快速有功德非常大的法门，对不对？比方说大家都喜欢念大悲神咒，很好，大悲神咒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可是若你只修大悲观音法门，请问观音法门跟其他的法门是上不上相互的关系呢？你就不太清楚。因此在修学的法门当中，
我们呢，华人呢，现在都喜欢简单、快速，而且功德大。假如你真的要问我，什么东西是简单、快速而功德大呢？那你就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吧，它是所有的经中之王啊，对不对？它是整个四十华严最后一卷的第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就是表达三才童子五十三参，对不对？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后面会讲。我现在那边简单的讲，它有三个功德，我常常提醒的。第一个，它会忏除无量的重罪；第二个，它可以发广大的十大愿望，尤其是对佛教的年轻人，他应该发广大的愿心；第三个，念这部经一定会求生极乐世界。再讲一遍，第一个忏悔无量劫的重罪，第二个发广大的菩提心十大愿望，第三个念这部经并求生极乐净土。比方说多年前我都常常来新加坡弘法，新加坡很多灵友都会问我，师父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说发心吧，念普贤行愿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以我就劝他说，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的障碍没有忏除，而且福报没有具足。我就劝他鼓励连续念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天至少念一遍或两遍。他一直念一直念，师父也帮他回向，经过呢半年以后，他就找到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希望简单快速，要功德大，心觉条件要忏除你的恶业，积聚你的福德资粮，你才能够满你的愿。第三个，起爱，用红色的字打出来，精进修持与真实正悟，才能让正法兴盛，正法久住。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正法久住？各位一定要想一想。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每天做什么？从早到晚，早上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中午的时候，他带圣弟子呢开始列队，然后进城去托钵。托完钵回来以后，他洗完脚，然后休息。下午呢，由圣弟子向舍利弗尊者、阿难尊者，还有这十大弟子的弟子，重新为其他的弟子再复习复讲。复讲的时候呢，等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吃过午不食。所以他也不用托钵，所以在经舍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禅修，然后思维于佛陀所讲的法义。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傍晚所有的人呢，哎，都像一盏一盏的光明的灯。为什么？因为从内心里他产生真实的正悟思维法义，所以呢，这个经舍晚上他不用点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光明的灯塔。所以我常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没有打禅期，也没有打佛期，也没有办很多水陆大法会，也没有办现在我们这么活动。为什么？可是每一个人都在内心里既定会真实的修持，所以他能够调伏自己的心性。同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八个国王，其实我们讲国王，以现在来讲，其实是八个部落的酋长。八个国王都是佛陀的大护法啊，因为佛陀的功德力跟圣弟子修持的功德力，八个国王呢都昼夜护持释迦牟尼佛的僧团，所以佛陀的一切福德具足呢，因缘也具足圆满。所以想一想，我们佛教已经传了2500多年到2000多年，请问我们佛教徒到底要怎么样让正法住世呢？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写下来 Q&A， 好好的想一想，什么叫正法住世？简单的讲，就是一，大家真正的研读佛法，不管是研讨、听经，而且研读读书会；第二，要修持，包含诵经、念佛、念咒以及禅坐，你有解跟行这两门，就能够真正的让正法就。所以精进的修持与真实正悟，现在是我们佛弟子要努力的。多年前有一个佛弟子，他非常的聪明，在世间是做银行，到了台湾来学习佛法，他跟我讲，他说师父我们要做这个，师父我们要做那个。
师父，我们要向年轻人现在接触佛法，